Rachel 啊，最近成日留喺屋企，梗系入下货买啲零食。今次我就比较呢几款唔同牌子嘅辣薯片，睇下边款啱你啦。首先有最近新出超辣版热浪，佢块薯片系波浪形嘅，而且望落比较深色。我觉得呢个热浪加辣版咧系真系辣好多嘅，同埋咧系越食越辣啦。我呢个位咧都有啲滚。如果普通的熱樂的辣度是一粒星的話，我覺得這個有三至四粒星。新產品還有這個大波浪激辣薯片，就這樣聞下去就沒什麼特別了，試一下先。哇，真的好辣。其實這個薯片上面的粉分布得不是很平均，所以這些薯片是有辣有不辣的。很多辣粉的薯片它的辣度可以去到五粒星的，因為呢其实它的辣有点特别，它就停留在舌尖那里，而且吃到个人很热，出晒手汗，好 next。 之后试一下这个酸忌廉辣薯片，它看起来很多辣椒粒，不过吃下去就不算很辣，甜甜地酸酸地几野味，而且还很脆，啱晒啲不是很吃到辣的朋友啊。還有芝士、紫菜、泡菜等五款口味的辣薯片，一起看埋佢哋各款的评分啦。